注意天气的消息，今天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了，天气越来越稳定咯。好，各地大都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。好，其实啊，这是不过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，所以提醒您出门记得带雨伞。来看白天的温度部分，北部22到29度，中部23度到33度，南部24度到34度之间，东部呢23到30度比较热，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，其他各地则是多云。北部还有东部高温大约哦在30度上下，中南部呢高温还上看到33跟34度咯。所以提醒您，如果今天周休假日外出活动，注意要记得啊补充水分，做好防晒工作。